2015年1月24号 TFBOYS 空降长沙参加疯狂的麦季节目拍摄，芒果小编我带着众多姐姐粉的期待前来探班，当当当当，私密照片大公开，全场花絮拍摄中装酷耍帅又卖萌，三只小鲜肉真是萌萌哒惹人爱呀。肯定没有看过。我知道你看过，只有我这种智商高的人才会打看起来 TFBOYS 三智平时关系那是很不错呢，小编在他们这么大的时候还在玩泥巴呢，可 TFBOYS 已经开始工作了，平时都没有时间出去玩了吧。因为我们本身也是爱就唱歌啊，就对，本来就喜欢，就相当于就上台唱歌的时候就相当于是就是玩的时候。哎呦，这么认真上进真是我见犹怜呢。作为姐姐妈妈们的小宝贝，有什么青春的烦恼吗？我最大的困扰就是长痘痘、变胸、长高。你们呢？我就是没什么困扰。没什么困扰，看来我们的小奶源还真是无忧无虑的乐天派呢。想知道更多爆料，请持续关注芒果捞新闻哦。2015年情人节晚7点锁定精英卡通 TFBOYS 陪你过节哦。芒果捞新闻被小鲜肉萌的停不下来报道。